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携手再出发，推动中韩经贸合作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为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此次来韩举办中韩经济界交流会，不仅呢帮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政策，共同发掘双方的绿色的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更大合作空间，更会助力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稳步发展，为中韩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今天谈了好几家这个韩国的潜在的将来的展商啊，他们呢都跟我透露，他们想在第二届链博会上展出啊和中国企业共同开发清洁能源的啊成功的案例和成果啊。我们非常欢迎韩国企业投身于这么一个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么一个产业里头。